恭喜王普森主场大楼的新建，主客的外溢的效果到竹北来，不管你什么 S 计划 Y 计划，通通就到竹北来了。 AI 智慧园区伟创已经动工了，今天是我们的普森，7月21号是智邦科技、翼龙电子都会在我们年底之前一个一个的来动工，让竹北发光发亮，让我们新竹县真正是达到一个文化科技智慧城的一个愿景。那目前呢，我们预计开工之后到完成在2014年左右会完工。那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开发目前跟医院合作的一个 CellBio， 就是用精准医疗在血液里面早期发现癌细胞的方式，精准度90%以上。设备跟试剂未来会在这边试量产，包括持续研发，包括跟各大医院，包括台大等合作。所以这个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